女神曾婉婷演出麻将贺岁电影《大三元》，饰演夜市卖内衣的普拉加，好身材上阵被大爆料。婉婷姐来赢的那一场，哎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呢，是在最后，在一个就是潘特写的时候，他给我来一个。李佩旭在片中和曾婉婷凑对，有超大肌肉的他却被女神这个镜头吓到了。原来是曾婉婷在欢呼桥段直接把 C 级长辈端出来，让李佩勋印象超深刻。曾婉婷，你给我出大绝招，带动了整个现场的气氛啊！是谁说你可以这样到最后把长辈拿出来见人？很弹呢，你也很弹。曾婉婷和李佩勋的好身材被王法华直呼很弹有 Q 弹，而曾婉婷最近客串演出八点台剧《泡蛙虾》，根本就不爱我，跟我做伙，跟我约会。是在办公室找我跟你出来带人吃饭，是为着被应酬。曾婉婷为了三心二意的陈冠霖，明明答应婚事，心里却想着别人，渣男心境让曾婉婷掉下斗大泪珠。这哭戏让不少粉丝好揪心，也看到女神的精湛演技。三九连线的上台报道。